好，欢迎回来。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第16届微服房开杯中国围棋棋王争霸赛的8强战。刚才那盘棋呢是米玉婷执黑，中盘胜了丁浩，已经率先进入了4强。这盘呢是由谢尔豪执黑对阵童梦成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们现场的对阵画面。这个还是记谱都是人工记谱的，因为是快棋。所以传棋谱的角度，因为我们也有那个用机器记谱，但是如果太快了的话，可能会跟有不时候上。会哎，对，会出现一些问题。这是童梦成啊。谢尔豪，那也是我们年轻的，世界冠军。对，世界冠军，一冠群之一吧，应该是。今天伊林涛对阵杨凯文。好像他们两个人都是比较擅长下快棋的，给我的感觉，因为杨凯文好像在联赛当中快棋担任的还是比较多的。对，伊林涛起也很快。对，他们都是下的比较快的。好，我们下面来看棋吧。谢尔是豪的黑谢尔棋，豪执黑。哎，从这个方向就对了。这个记刚才丁老师在说，你这第一手怎么到左上角去了？是吧？按理说，我们的惯例是第一手就是在右上角啊。对。挂角。先挂了这个，他。对。然后白棋小飞。挂完一挂。尖顶，这个尖顶链是也是现在 AI 认可的一个最简明的下法嘛？是的，比较清楚，比较容易掌握一些，对，很扎实。对，这个也是，因为夹击的话，就现在各种飞啊、冲断啊，就这些复杂的变化太多。是的，咱们棋迷朋友们如果想选些简明的变化，可以避开，就这个最简单，就这个尖顶。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太多的疑问的。关于那些夹击的什么冲断，这个丁老师是不是有专题啊？但我发现那个专题就是每次都是拿 AI 跑的嘛。你过段时间你会发现 AI 跑出来结论它又变了。对，又出了。那就是说，随时要准备接受最新的变化。对对，所以我现在不看电视。他又冒出一些新的东西出来，这里面东西太多了，确实它很复杂。确实。这个拖了连扳。连扳，然后白棋。白棋连扳，白棋选择。白棋也是连扳。二连扳，这个有啊，但感觉好像少见一点啊。是的，是的。那现在选这个图，他是不是觉得就是打完粘上，黑棋这地方配合还不错？对，因为这个我们比较常见嘛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对，如果这样，那就不走了，直接走那边。对，但不走的话，将来他是不是觉得被拐起来，黑棋这地方的子弟的配置还不错？那基本上这手棋有点有种省掉的感觉，好像。对，反正效率挺高的吧。所以直接二路连扳，也是有啊，这肯定是有。对，这就是白棋单扳这个，也是定式之一。是的，他不想让就黑棋下成刚才那个头长出来的形状。对，黑棋是站着选择虎的下法，也是可以，也是定式。但粘上也是定式。其实如果大家要简明点，粘上也没有问题。粘一个白棋，粘一个拆个二。也有这样下。这个也有，这相当于这个飞完拆二就爬了挤了一下。对，是的。挤一下嘛，可能亏点，但爬到还是舒服的，所以也差不多吧。这个也是 AI 认为也可以，也差不多。虎一个的话，虎一个他就要强调这个虎，应该是，虎起来。对。然后白棋提掉，他打在上面。对，这样黑棋头好一点。接上。那拆边。这样黑棋看上去潜力不小，很生动。白棋呢比较扎实，两个角一捞，然后接下来继续贯彻，三个角了。企图三个角啊，黑的好像没给。
虽然说现在这布局呢，就是大家都是有点被套路的感觉啊，都在背书，但是棋子和棋子之间的配合，配置还是要讲究的，就是说不能一点也不讲。那肯定。定势还是为全局服务的。是的。配合很重要。这个时候挡的方向就肯定是要挡这边了，因为你现在挡这边的话，这个头白棋正好朝着这边，黑的就显得没多大意思了。没错。所以现在方向挡这边是完全正确的。搬，然后连搬搬掉。下了个比较简明的定型嘛。这个我们刚才那盘棋也已经开了两个了，这是第三个了。我正想说这个连扳好像最近又见多了，可能也是跟配合有关吧。现在这个配合连扳应该比较满意。对，其实很多时候连扳有时候不太合适的，不是说什么时候都得选连扳的，就告诉大家。不是，我刚以为这个加上刚才两个三个了，我觉得也有。有点超标了，有点多了吧？但他怎么第四个？对对吧？然后接着连扳，又来一个。这个确实，因为这个，你说这个确实也说得过去。黑的现在就是连扳，要我也会连扳呀。因为你这个头扁，我让你再做拔到花，我连扳，那是同样的道理。也是扁的。那上面白棋头也扁，这条边价值也小，所以黑棋就是要强调把子走在这边，把脚捞了，就再来一个。这个问题是一点没有啊，我觉得这个方向选择都是正确的。不过两盘棋看了四个这个定式，是不是有点多了？但棋肯定是没有问题。就大家看的这两个子的位置是一模一样的。对，就三路的子线上有点扁，有点，而且棋也算是铁头吧，有点硬。对，就因为这两个子的位置，所以黑棋才选择这上下都选择连扳。对，它是有关联的啊！大家不要以为，今天看这连扳比较顺眼，我多下几个。对。连扳走完，白棋直接来打入了，敲进去了，挑起了这盘棋的一个战斗的场合，这个比较积极。正常其实你说眼见的一个这个大场对吧？感觉分头也很容易想到的一个一手棋啊。其实他走在这儿，我觉得没问题。就作为黑棋那一方来说，我挺讨厌人家，因为这个棋形呢，我不管是走这儿还是走这儿，都挺难受。都漏是吧？对对，就刚才那个形状跟这个棋形其实是一回事儿，它就是有个这个点，因为它这个一立，你走这边的话好像不太行啊。那他可以想考。呀，我挖。哦，还可以单挖的棋。真讨厌，有点不舒服的东西。对，这棋呢是这样，如果说你单走呢，现在可能单走这个还不一定行啊。对，走你拐我挖了呢。对，他挖占了。对，白的可以挖呀。他先挖一个。对，这吓得让人浑身难受。对，甚至于你就要尖我，甚至于我都肯定跟要挤上来、都是有的。所以这其实就是看来就是有这步棋，有这个手段啊。对，这是有。所以我不管走这个还是走这个，走这个他走这儿不是一回事吗？对，可讨厌人家走在这儿。对，所以那这棋形干脆就算了。不逼了。再说吧。我说这地方如果不打入，白棋确实也担心，当黑棋走过来之后，就不好再打了，再打可能就有点晚一拍就被动了。那如果现在再打是不是有点过分的话？觉得比如说人家这样照过来之类的。但是如果不打的话，这个地方黑棋效率还是很高的，因为都在四路嘛，所以棋的子效比较不错。是的。所以他实战着急先来打入的一个道理吧，也是打一个时间差，在你扩张之前。对。那一带呢也不是很着急。如果说黑棋连的话，这个打入点很多个。对，打是肯定能打，但是大肯定还是大的啊，因为毕竟棋形宽绰，随便在这条边上走一个，价值肯定是在的。是的。他实战选择往这儿打，那他显然觉得这个间隔还是你这个有点大了。黑棋是大飞。
总有一些骑行的感觉在这儿，嗯，是吧？总感觉在这儿，因为觉得这个刺是先手，对，而且一是刺先手，二是万一将来后我有后续的一种选择，对，走在这儿感觉下一手也没什么悬念，再跳、嗯、就没什么劲儿，嗯，大飞他实战下的，大飞。感觉大飞这地方反而被白棋有点借用了，嗯，挡住，然后从这儿跳，很凶、啊，嗯，其实童梦辰给我的感觉他是很擅长后半盘的，然后他前半盘一般都是，我的感觉是他能忍则忍的。他一般不太主动出手的那种，他跟米玉婷完全相反，也可以说是，刚才我们看到米玉婷其实下的比较紧的那种，就很紧凑、嗯，但没想到今天童梦辰也下的这么积极，很积极这下法，是，打完一边还没怎么着呢，就是一种打乱局面的一种下法，对，嗯，黑的是选择压，靠住，嗯。靠住应该第一杆吧，第一杆靠住，靠住白棋好像可以挖，对，啊，有没有可以跳这个？跳这个，这上面顶我，我把这个钉了，给我吃了是吗？是的，这一弹这样怎么样？觉得死了是不是还是有点大？对，死了有点大，黑的可能这样也不太满意啊。主要现在这个压可能都压不着了，我就直接可以搬进去了，嗯、因为脚上已经提了一个子动了。对对对对对、嗯，死的还是不太行。所以这个棋黑的压住，嗯，这也是一种感觉嘛。嗯。挖一个。嗯。他是下打的。嗯，如果现在上打的话，是不是不太肯啊？这个局面，我觉得让他度过了的话，那不让你度过呢？啊，原来还能打下去，嗯，那单断吗？还是单搬一个？先搬是不太对呀、啊。搬，还是先断吧。也搞。先断这个。我搞不清应该次序，应该先走哪个才是对的。先断掉我打你还长吗？你不能长了。这不能长好像也不太对，也不像是象棋得长吧，这棋长一沾不是长好像也不太对，那我就索性就这样吧，那能便宜吗？那这死的太大了，白的不得吧，这后手吃再刺两下，这白的不成功吧，那我先搬吧，我这些次序应该怎么才是对的呢？我也不知道搬怎么才是正确的呢？搬主要是他搬得到吗，是个问题啊。我觉得搬你可能有可能会挡上去，挡住你吃，吃这个，嗯，搬高拔了，我是顶得住啊，我走什么？对啊，打这个，这个转换啊，长出来了。我等你不会以为我要提掉？以为你提我提了？那肯定不会的。嗯，我就这样吧。长出来了，长出来了，再粘上。嗯。应战，嗯，这好像白的不行啊。我觉得白棋不太对，好像。嗯。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次序，这横竖都不太对，要不就先打完两下，直接、哦、这好糊啊，这个感觉。不，那可能只能这样。我觉得这期就是断完吃。嗯。断完吃，先提一个打上来。就这样了。嗯。打你应该只有战了。没有劫财是吧？没劫，你一个嘛。对，大概是这样吧。那这样白棋还不错，我觉得。那黑的也还行吧，黑的不先手吗、嗯、这地方在走啊、嗯、也没死呢嘛，至少没有像刚才那样死掉是吧，这图是不是我觉得还可以啊，我觉得黑的也挺合理的呀、啊、这样啊、嗯、我是感觉黑的打上面挡住的下法挺好的吧，这不好吗，可以原来可以打了挡下去吗？嗯，我感觉这个图是不是感觉还不错？对，我感觉，但是白的也就刚才那个图了，打了提，我觉得正常、嗯，我觉得那样可能比较正常吧。嗯，黑的应该可以接受，他打下面，为什么是打下面呢？
打下面，打下面之后虎这个。哦。但这个我感觉白棋处理的就还算成功呀。这个图好像确实是，那看来就是应该打上面的。嗯。他这个图现在白棋显示，黑棋掉了差不多20多个点。黑的啊，都刚才白棋64，黑棋36嘛，差不多，不到36一点，35.6，现在变成16了，那掉了20个点了，差不多。嗯，就得不打吃就应该打上面。那看来就是应该打上。不就这感觉，我觉得白的很舒服。虽然像这样，你现在肯定只有补呀，因为整死你嘛，你吃一个这一顶打，这顶打你肯定不会粘了，将来白棋提一个先手。白棋就是把这个打入当成一种是对这个子的一种桎梏的手段。嗯，走了很厚啊。对，白棋变后势了。嗯，那白棋变后势的话，你这个不对啊，这地方欠着半手棋呢，还。这个扳断是存的，一直都存在的事情。本来就是黑的可能比白棋厚，因为黑的子儿比白棋多嘛，白的来打入黑棋。现在下半天之后，白的好像已经把自己处理好了，彻底厚了。黑的自己可能就得。将来还得忙活着去做眼啊之类的。是的。那这个白棋打入我觉得非常成功。是。选择性的错误吧，我觉得这个打下面是选错方向了可能。啊，被白棋走到正面了哈。对。我觉得白棋走到这个光明的地方。很舒服，就白棋很舒服这期。嗯，走在外面，这黑棋底下没吃了几目棋啊，然后他还回头要补一个在这儿，管我粘上先手吗？他怎么在这儿下了一手棋啊？这感觉好像也不太对啊。那就说这个大飞嘛，我觉得本来跳这个嘛，你不就相当于跳这个，然后自己又来了一手，好尖了一个，那就自补了一下。他这两手棋等于说是变成这样，然后这样，虽然说白棋有点亏损。但是你这多了一手棋、啊、亏的也有限嘛，其实就挤了一下亏了、嗯、挤了一下我并一下我觉得一点不亏，但问题是你本来如果跳这个我们可以看成我别的不说我尖一个先手，他不可能是那我干嘛在这对吧，本来我哪怕往前放总好的嘛、哦、反正从实战的效果上来看，我觉得整体来看黑的效率偏低，速度偏慢，嗯，这白的太舒服了，白的打入还打了个先手哦，哎，白就是觉得这分头不重要，他一直都不下那一步棋，很有意思，他就觉得不重要。我不知道这个童梦成他对于棋的理解，可能是有他独特的地方吧。我觉得这分头我总觉得是一步大场吧，这无可非议这件事情。嗯，就像这种棋呢，我觉得放棋盘上它差不到哪儿去，对、啊、它肯定是。永远是总有的吧，我想永远是堂堂正正一手棋的价值、嗯、他是宁愿选择这个贴我也不断分头。他就不分头，我就不分头。嗯，挺好，黑棋飞了一个，嗯，是对，因为这还得走，这个不走被飞下来、嗯、却能也能活是能活，但是要太苦了，嗯，不舒服，这好像得靠这个，靠完反扳的，再扳这个，嗯、对，像这个活都不是很舒服，嗯，这样打，那活是能活，嗯，被人搜刮了，是的，反正就是他外面他没什么担心的嘛，他这不，对吧？你连他就是想给你连，嗯、你这个我就守，嗯，把自己都走好，连骗，他一连反而来劲儿了。对，等你走我再来。这个思路，这他可能预想好的，真是，嗯，也是这种思路啊。我只能说这个，这人是各异的，就是他们的思维都是，各有所长，就是说，这其实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。咱们看其这个精彩的地方，人人都跟机器一样，这都一样，那就没劲了。对，看大家想法不同，这很正常。嗯，棋风不同嘛。对。现在是有 AI 了、嗯、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到底谁好不知道、嗯、然后用 AI 一跑就知道结果了，是吧？但其实有时候也不能拿这个来说服对方、嗯、是 AI 你可能好、嗯、但我就觉得这样我好掌握啊， 对吧，我喜欢这样，我觉得更有利于我发挥我后边的进行、嗯、也是有道理的，有时候也不差那三五个点、嗯、确实。
但你比如说这个打吃一下20个可能有点多了，这个肯定是不对的，这个可能属于毫无疑问是不对的，明显亏损。那有的有争议，可能就从胜率上来说，可能会差2-3个点，那就其实那不是事儿，2-3个点不是事儿。对，黑的一拆，白的一靠。我们看看这地方会踩，会展开什么样的攻防啊？这个棋的格局呢，我是觉得很容易下成那种黑棋贴目负担比较重。因为从实控上来说，真的不觉得黑棋实控。所以童梦琼的优势在哪里？他就把那个池地啊，很有韧性，特别牢，抓的特别牢的那种，然后你就觉得到后半盘就很难收赢他这感觉。所以他这个出手也是偶尔出一下手，他觉得把这个实地给够了就行了。这效果很好，这出手你先手把空打掉了。对，这是他的长处，应该说。看上去白棋的子效都没有问题，都很高。是的，然后黑棋上扳，上扳就下扳。他先立了一下，脚上立一下，这以后走不到了。对，下扳。一般黑的也应该也没有什么反击是吧？打了趴吗？对，反正有点看不清，也不知道啥情况，先搬了再说。对，站上吗？我能连搬吗？连搬打，你要把这个拔了是吧？又说那我肯定把是拔了，这个黑的不白的肯定不行吧，白的不能这样，不能连扳吧。这个拔比刚才那个厉害多了，厉害太多了。刚才那个是个爆吃，还不是拔呢。然后就立一个。那这样黑的应该也没什么把握。然后把这个怎么跳出来之类的，先把这个打了。我要不要先走两下？反正感觉白的应该活应该不成问题，也挺有弹性。打掉算了，不太容易。那打到别比我长了，我觉得打了虎就已经活了。基本上就活了。活完之后，这四个也可有可无，你也吃不干净，不舒服。黑的空全被打光了。只要能活，黑的这棋这没有用。这外面后吃这四个子，你这大本营全被破了呀。对，这儿主要的空被破掉了。吃不好吃，也挺难受吃的。对，没什么意思，还不如不吃。这黑的可能不太好。反击打了趴，白棋不怕。这地方确实金庸比较多，活的话眼型还是比较容易做的。对。所以黑棋选择这搬这个，但搬这个我总觉得白的就很舒服啊。接上这个好像也活得挺愉快的嘛，就觉得。哦，确实这一靠就很难拿得住，就看起来是这拿是肯定拿不住，你靠就跟打入比嘛。但是从实战结果来说，我觉得靠比打入这个腾挪的效果更好，因为打入的话，黑的一扎丁，你只能自己没什么劲儿跳跳啊那种，感觉没有这个来的紧凑。对，这个好。哎，对，我不知道这个棋有没有学到，反正我看到了。所以说他这个当初不分头，早就是有准备的。他觉得你围你走一个，我靠上去，也就这么点儿，反正都给你围，就这么点儿。对，这个下法也很紧凑。他上面连黑棋搬上面，他实战立完了，然后搬下面。如果说他搬下面呢，那肯定是连搬下去了。我想这也没什么好想的了，基本上就是这个图了。现在呢，这个下成这样的时候，就搬出来，然后黑棋连搬，白棋断打，接上它长一个，长，这块棋形应该双方的分寸吧，差不多。处理的还是比较合适的，对，都差不多，黑的争到一个先手。这个棋呢，我是觉得进入到一种应该说是细棋的一个局面吧，但整体上来看，我觉得白棋要更占优一些。贴目的负担显得越发的沉重。黑棋的先招优势这看的不是特别明显。黑棋把这个给下来了。因为看着全盘好像这黑的目录差不多吧，双方目数。
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地方，没有眼见的可以下的地方，要不然，这一带走一个怎么？对，这种局面就是都没有什么大空，都没有什么大空的情况下呢，白起肯定是觉得蛮不错的，蛮舒服的，一人两个脚。对。啊，一人一条鞭，然后中间你一块我一块，那你这个先招优势对吧？我们先一节先招优势基本上没有体现出来。嗯，这个点有大吗？点白的肯定不会老实的硬吧？白的有什么手段？靠一个，靠一个连扳了，中间。对。我还没靠一个连扳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反正感觉，连扳是吧？可以，那我就打这个行不行？也不知道，怎么这样行吗？好像不太行。没什么便宜啊，走了半天，打了再粘上。打粘上被断了怎么办呢？哦，死了，连不回去，连不回去。那不是太寂寞了吗？那干嘛呢？那没什么用，那拆不了二。好像也不行。换句话说，你这一拆二被一靠死了已经，不是怎么便宜，已经死了。我这有点不太会了，就被靠一下靠死了，就顿时就已经晕过去了。那对，我就说这棋形白的确实还很不错。嗯嗯。黑的现在我觉得得找找头绪吧，就想想办法了。嗯。这个正常下贴木负担确实比较重。对，是的。这个，然后白棋尖顶一下，尖顶扎实啊，嗯，活的，我这也太扎实了，接上，下的太坚硬了，这两个眼铁铁的，让你无论如何也破不掉，主要是铁的跟什么，也紧黑棋的气，确实也造出一些黑棋的隐患，嗯，黑棋跳，嗯，就拐，拐一个。这白棋这下的我感觉毫无漏洞，就扎实。嗯嗯，一步步的平推，确实，我觉得还是前面黑的走完这效率确实有点问题。是的，现在这一串儿，它显然是没有好。你这底下要连吗？这连起来也够难受的。这本来很大的一个阵势，立二拆四加拍一个定式，别白的一手棋走完这个地方，我们做形势判断，黑的大概只能点出不到十目棋，嗯，八九目的样子，嗯，效率还是被打的。主要关键是白棋还是先手把黑棋这个阵势压在十目以下。看起来哇的时候，黑棋还是得想点办法。如果单纯的往底下打过，现在这个图肯定是不好。对，实战的结果来看，黑的效率还是有点低了。嗯，黑棋飞了一下，在这儿。然后往这儿飞了一下。这黑棋就想办法在破空，他显然自己围是围不出什么东西来了。白棋提了一下，这样。虎下去了。你既然不度过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嗯，虎下去，它本身也有目，有一定价值，主要是为了厚薄。是的，是的，这主要也是关系到双方的厚薄。嗯嗯，白的虎基本自己就活了，厚了，然后黑的这块棋，隐患也有，没活干净。对。嗯，这棋。那黑棋这块棋是不是得处理一下呀？要不然中间这个。暂时倒没啥大问题吧。靠下去了。在这一带，这个靠呢也很大啊，当然是一步大棋。如果换成白棋下的话，这飞起来对好多目呢。对，嗯，那白棋往这一搬，而且棋我觉得就是这么下下去，双方互相互破一下，我感觉这两应该都挺大的，这个搬也很大，把这就潜力全消了，就没了。嗯，那个基本控实在看不出来黑棋这棋怎么来贴目。嗯。对，天幕的负担会越来越严重。对，随着棋局进行，这棋盘，说实话，这个棋的格局啊，白的也有点厚，黑的想去追回这个天幕的这差距，搜刮什么的，我觉得也难度得有点大。
所以我觉得再这么下下去，越下越着急，黑棋，黑棋会着急。越下越着急，主意有点着急，控不够啊。嗯。想释放胜负手，拼。嗯。这没地儿啊。那我觉得谢尔豪也不是那种就是特别适合下慢慢下的那种风格，而是童梦辰。本身下的就快，对，谢尔豪的快起手，对，嗯，所以今天的棋应该说是走到童梦辰的路子里了，对对对，我觉得他很适合这种风格，对，他很会下的这样的棋，下的又厚啊，然后慢慢的这个棋又下的扎实，嗯，打吃，很扎实，啊，一点一点把木给你抠掉，这，嗯。很稳当，嗯，跳这个，对，啊，跳一个，然后白棋呢，这棋显然是没打算让他这么好过。那，啊，这个不能让你虎过来，嗯，这个，我不会这么老实就粘回去，然后让你对对对对比如说往这儿虎过来，这没这么好的事儿，你放心吧。这虎过来太厚了，主要他这个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看成补断那种方式，他往这靠，一是出头了，防止你的好心，二是其实也牵制住你，你也不能断。对，是的。你断的话，外面一夹，这哪顶得住？嗯，这个子你也不能去吃，所以他这个也是补断的一种。嗯。而且破坏了黑棋的形状。黑棋虎一个。那我再粘嘛。对，粘回去了。嗯，再粘了。那这两手棋先手便宜嘛？嗯嗯，其实也是在不断。我觉得总体来说，黑棋好难走出木啊，这棋走不出来。这个棋的格局啊，其实就属于双方其实都很难走出木的一种格局。嗯，是。但白的不着急啊，双方都没木，我可以接受啊。你贴我木，这就是我的木。因为我们基本盘双方差不多的吧？嗯，这看上都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，是豆腐块似的，都差不多。盘面差不多的木，那我着什么急？我不需要找木，你也别找就行了。难，这黑棋，嗯，这好像黑棋比较困难，确实是。嗯，怎么收的？这主要是这另一个挡住这比拼后半盘的功力。嗯，跳，然后白棋跳一个。嗯。哦，终于走了这个。刚才我说了拆二，但是被人家靠了一下，靠一下怎么办呢？这棋它是立的，哦，它是单立的，学习一下这代应该怎么定型啊，哦？我们应该信任这个谢尔豪这一代，他下的应该是正确的，我想。那立是不是挡下去啊？对，他就挡了，然后黑棋小尖了。对，我是觉得黑的好像不太能搬的样子，嗯，小尖。那也就算了，小尖过了呗。嗯，那确实比被吃了好。嗯，那样过了。那这样的话，白的先手，嗯，反正就可能局部这一个定型吧。嗯，感觉白的先手也挺舒服的。嗯，然后白棋就一点一点的抠木，我要冲一个。我们看他的这个后半盘是怎么收束的。冲完冲。再冲。挡住。粘上。啊，粘回去。嗯。黑棋接住，总感觉白棋童梦辰这棋下的有点以前李昌镐那种感觉啊。嗯，他的风格就是这个样子。嗯，对啊，嗯。不过这个毫无疑问是要有后半盘那个深厚的功力，基本功做功底的。对，对，这个是他底气之所在。嗯，收束能力比较的好。嗯，是。对木确实。敏感，嗯，没错，靠这个，嗯，黑棋这个木确实是收不出来，干着急，就这棋为什么说很无奈？它挺干着急的，其实我觉得，因为现在棋很怕就是收到后半盘啊，它就木干不够，你怎么也不够，可能差的也不多，不，你说这棋盘啊，属于这未定型的地方其实还很多，嗯。但是呢，白棋又很厚，嗯，你总想发力，这没地儿收嘛，收不过，空不太够。嗯，但是除了收也没有辙，只能硬着头皮收下去。嗯，乖，但其实这棋应该差距并不大。对，但是这个差距，对职业棋手来说，可能差个两三目，其实挺难收的这种局面。嗯，
这个局面差两三目的话，想收回来，我觉得得看对手有局部的有没有失误。对，有失误，但是减少，不然的话，大家水平都这么高，想刮关子，我也不觉得谁能刮得了谁。目前显示胜率是黑骑士30%多，32.1%，能涨回来一些。其实也差不多，就是说差距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大。对，但是棋盘在缩小。我们看看这个黑棋有没有什么办法哦。也这个，我感觉黑棋的棋就下得好难呢、好艰难。就是收嘛，可能也就是。对，就是我走一个，反正是不长目，反正我就想办法破你目。没地儿可以长了，怎么长？就这地方走一个能长点目吧。这不走，反正这不随便破吗？飞一个就下来了，不破空也没了吗？这不大吗？这个。这地方感觉走一个也挺大的。看白棋下什么？白棋尖顶。尖，看他下的多扎实。尖顶，确实。尖顶完了，这跳刺这一冲。对，尖顶他倒不是说这目数有多大，他其实不是为了目数。接下来是有后续的。对，他是瞄着手段的。如果说这个目数是挺奇怪，往这尖顶，那本身没什么价值。这肯定挡不住了，已经。对，这有冲烂了。就断点，他是瞄着这个穿向眼。对。所以这个尖顶，你可以把它看成一种先手便宜，也是一种适应手。那你到底是利益还是走什么？他其实也是在麻你。所以顶一个也是挺仔细一看还是挺机敏的一个地方，粗粗一看感觉这怎么往这儿尖顶，感觉没什么价值，不大。但你细细一品，这个棋还是先手便宜，给黑棋带来些麻烦。还挺好的一个选点。看黑棋也很难的，靠一个先手便宜接上，然后再挑这个。哎，这感觉还是挺紧凑的。靠完一跳，瞄着这断点。这地方如果能便宜两下，感觉还是很舒服啊。咱先不就把这俩粘回来算了。粘回来。粘了。对，因为粘这个顺势就把这补。对。因为虎段这有铺。就顺带都有木的。对，所以补在这儿，我觉得摆的效率其实也还可以的。粘一个本来挺大。然后黑棋点了这个，他还是要想办法对你这块棋，有点作为，有所作为，至少让你后手连上。连上厚一点嘛，其实不连死活应该也没啥问题，但是可能会被搜刮。是的，连上的还是清楚价值还是走，就是靠，靠完一顶，这是比较常规的一种联络方式。这个咱们棋友大家都要知道，这。比较高效的补段啊，不是说你走就硬，这样显得有点太简单了。靠完顶，常见的补段手法。黑棋接上，把眼见的目能连上的目，这串先给连上，看起来黑棋还不错。对，这串我感觉黑的，就是黑的，其实这是一串先手交换。也就是说黑的就花了一手棋小飞，是就一手棋把白棋的潜力啊全部给刮没了，逼着白棋下的全是单关。这串黑棋肯定是有收获的。我觉得这串黑棋收的应该已经不能再好了吧。对，大概能下成这样已经很满意了，是吧？能下成这样应该是最好的定型了。然后黑棋搬了这个，搬这个是不是有点拼？这肯定要拼了，如果挡住我，我顺便再打你一下。这被打一下之后，这穿都没了。那肯定不是不能行。白棋加一个。这个我觉得白棋顶的时候就想好的，你如果敢搬我，我要怎么样？我就要加你，是吧？他应该是有想好的。这看起来好像黑棋怎么挡啊？这个挡不住这个子，有可能要掉啊。打这个呢？他就是打的，是不是就粘上了？他就是这么下的，打一个粘上，然后再。加下来，白的就这样啊，然后再吃这个，这木也太疼了吧？白的在这就落一后手，这我觉得黑的也能接受吧？就从这个顶开始，白的花了手棋，其实没长几目嘛。但问题是，白棋把黑的眼位灭了，白的可能在逼黑棋走单关。
对，中府你不补，现在是要出事儿吧？整块棋没活就靠断了。白了就先手便宜，就是走一个比你中间连一个，想逼黑棋补一个。看着好像不太对的样子。有点薄啊。嗯，看看黑棋怎么下的。黑棋把这个搬砖。但本身这手棋的效率感觉白棋并不是很高。我是觉得这个不是很大。他在灭眼嘛。吃这个不大吗？吃这不吃被冲受不了。啊、哦。没活。是的。局部死了。所以他也只能吃。哎、黑的这我是觉得这串黑的收的挺好的。黑的应该把、有便宜。我觉得这差距可能会缩小。嗯，黑棋赚了一点是吧，觉得。但是定完型之后白的胜率83了。是的。一手棋每次都是一手棋都在波动啊！哎，我记得黑棋这个搬砖之前，这个打之前，这个打就是这个不走之前，它本来是80多。没有，我刚刚看白的打吃的时候，黑的胜率43。是啊，快接近50了，46。搬砖完跳了一个之后，就变成了只有17了。那就说明黑棋应该干点什么？干啥呢？就我不太明白，是要把这个、这里要。把这就是封住大吗、大肯定大，那敢脱先吗？不会死是吧？我不太懂啊。搬砖应该没问题。那我搬砖完了，我实在就不行，我就搬砖完了不走了呗。这样我这里有只眼应该不怕了吧？就大肯定是这边大呀。那肯定是这个很大呀。那跳这个吗？就跳这个是吧？还想跳这个？理想。这个气。这个是理想、有点紧啊。跳这个算了吧，但不管怎么样，如果这期不用补是活的情况下、跳这个确实小了点吧。嗯，是的。他乐观了？不会吧，这还能乐观了？这本身就是很紧的一盘棋。那不拼一下这期、不明白啊。这眼位应该足够，这狗不都先手吗？是啊。这是一只铁眼、这方活棋应该不成问题。哎呀，那我觉得本来走、这个巨大无比的先抢了吧。这也大，对不对？另、一个反正我觉得无论哪个从目数的角度来说比这个肯定都要大多了。无非就是觉得这块棋不活有生命的危险。但是是不是稍微下的缓了一点，这样下是有点缓吧。从胜率上来看也是，这胜率怎么一直在波动？是的，一手棋之后黑的胜率又上来。他在灭白棋眼，这地方有分段是吧？我刚才就想，不过但是我觉得这个能不能行我不知道。哦，直接就来。我总觉得他走什么呀，我都纳闷了。他是怎么活的呀？这底下好像有只眼，这样是有只眼。我直接搬了虎不就是眼吗？哦，那也行，那也可以，就简单明了。捡这个。哎，对呀、捡我捡你就顶住。对，是只眼，我就都绝线。哦，捡了顶住，吼也来不及了。这底下有只眼啊，这不也一只铁眼吗？那活不是比已经活了吗？那这块活了，那这块呢？这块你还很薄呢，我尝你冲断，我这块死活应该不至于。那这地方你冲断完之后，我一靠好像已经连回来了。先把这块连上。黑队自己也没活，直接靠可能有点丧。所以我就在想，他黑棋为什么这步棋下完了，他就胜率就差这么多？所以要不他就抢这个空，要不他就中间动手。既然中间动手，这对白棋没有要挟，那就围空了。不是，但是我觉得他走这个跟白棋飞跃交换，他亏吗？他不亏啊。没觉得呀，没觉得亏啊。没觉得黑的亏啊。嗯，那是不是黑棋赶紧回头把这个抢了呀？他这不都有眼了吗？这还怕死啊？没怕死，没怕死，他抢这个，这个也大，这个也大了。这哪个段确实很难判断，这个东西。你又是那种点不清的，只能一个大范围的感觉一下。是的，这两个到底哪个大？但那个后，因为这棋飞完之后，这是不是有一个提的段呀？哦，他还看着黑棋整体的这个、这块棋的这个。我可能现在不会先来提，比如说我先吃，那你要不要补？你要补的话，那变成这个这粒变成一个逆收了。嗯，那就有点大。
因为黑的还有后保眼位的问题，而且本身这个提一个这边还有带棋，也是目数也是很大的。对，所以白棋挡住，我还奇怪，我说这些为什么还要挡？这个挡很大吗？嗯，挡，他就是看着这块棋的死活，所以才挡的，我觉得。就挡这个跟挡这个交换，他肯定便宜了。我不太明白这件事情。他目前还不亏，嗯，还便宜了。他是跳这个的，都不，对啊，他不是往下飞的，都不爱下来，不觉得这个下来大是吗？就觉得，嗯，这后半盘到底怎么收才是正确的呢？这好难啊，这件事情。要我可能就飞下来，我肯定飞下去，我也搞不清楚，反正。嗯，挑这个确实，那挑这个一人想不明白这件事。立这个，这不是普及的对吗？这是人工输入的棋谱吧？我现在是觉得这谱有问，他立这个白棋现在挡这个，你确定吗？白棋挡这个，三四五六，六目，挡这个没人下去啊。不是挡这个都不飞的吗？挡这个，由于之前那盘棋呢，就第一手下的是左上角，所以我们，我们刚才这个棋是在无锡下的，现场画面也能看见是输入员棋谱记录员的记嘛。但按理说这个棋挡下去的话也不是很大，说真的就。不是，我是觉得棋形没有问题。四五，但它是不是次序上是有一些小问题？或者是白棋先弯的？嗯，对啊，我是觉得有可能白的先弯，我觉得合理。黑的立白的跟着挡，有可能是黑棋跳，然后弯了挡住再跳，应该是这样一种顺序比较合理。说顶过真没觉得有多大，这个怎么着也不止五六目吧？我觉得这上面这个立了挡住一。真的有想象中那么大？好吧，就为了这个提了这个结吧。我感觉次序显得有一些诡异。这个棋谱人员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棋谱的失误，确实是有的啊、确实是有的。这件事情我们碰到了很多次了，特别是两个下的快的棋手、尤其是快棋，因为这是每方一个小时，这也是肯定进入读秒了，都是一分钟一步的。对，一分钟一步快倒也谈不上快，一分钟一步，但就怕两个突然之间加速一顿操作，连下个十来手。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对棋谱人员的要求呢，基本上是要在业余五段左右，就是你这个不能很水的业余五段、你得熟练。对，得熟练，因为你在旁边记，它那个方向首先不一样，对，方向不一，所以它这个方向一到，有的时候他就搞不清楚。对，其实，我们自己干过这活，我们很清楚。就这个这不这他方向是倒的。对对。刚才那个第一手放的，他方向没倒。对，那个方向没倒，所以他就不会错。他好记，他不会错。他为了方便这个方向不一样，他方便自己记，他第一手黑棋在那儿。是的。对。方向稍微等于说是本来是这样子，然后折过来一下。对，他要转一下，他得转一下。搬这个。他提了一下，提了一下，提了，对，现在提了一下，提单这个是交换。对，所以黑棋刚才补缺的道理，他不活，他如果提准备就往这儿粘的话，那人家有可能，他就是为了撑这一下，对，他没活，他就粘上了，一路搬一个。靠一下，有什么呢？靠这个，留个联络。白棋顶住。对，是你跟你手这样黑的可以连。然后，还是猴回来。弯一个。猴回来。挤一个。这其实挤着收的原来。不亏。如果说你团打这个，那很高兴，我就粘上了，是吧？对，就把这断连补啊，对，是的。但这为什么白的不是直接粘？对呀、啊，不是单粘的这棋，为什么是打了？为什么要打完再粘呢？对对，也不太明白这件事情。他怕黑的脱先啊？那黑的脱先，黑的跟急有啥关系呢？我也不懂。
怕黑棋脱先了，那打一下挺损的呀，主要是。嗯。打一下再粘这棋打回来，感觉白损的呀。嗯。因为你如果单粘黑的，如果要补的话，嗯，这两个哪个好，差不多，可能也有可能是退。嗯。这扑一下亏两目啊，至少亏两目。哦，这儿还差半目。对啊，这差一目，这差一就是要往里送我一目，这两目齐没了。他就是这样真先手，嗯，有点怪一点。就我们要对这个谱，这盘谱的次序，我们要好好的质疑一下。看起来，那这个次序他应该没错，不然演变不成这样，也不下不成这个样子。对对对，他这个次序肯定是对的，这不然不可能像这样。他就打了一下，嗯，就是要真先手，他就强行真先手弯。这应该是全力吧，然后白棋立了一个，嗯，这就走单战，嗯，胡一个，感觉上还是贴棋贴目困难的一种样子，嗯，但没定型的地方还是有点多，白棋点，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这一点就给点掉了。一点就给点掉了，那前面黑棋这下的是个什么寂寞的东西啊？黑棋挡完一侯一点一目没有，那我还不如直接空虎呢。那我挡在那儿干嘛呢？就我至少你这样连不回去，你点一个我粘上了。你现在在那儿有个子的话，人家一路立回去了。这两个交换白亏了多少目啊？这点没了给。这哪顶得住啊，这我觉得好神奇下的。这黑棋上面围了半天被人一点一目没有。挡住。这。白棋搬了一下。这搬了一下你还得送我一目。我这个好像我觉得这一下可以。这个胜负的天平本来还有点不一定，是这个真的可能白棋稍好一点，但是现在如果这一下的话啊，这基本上黑棋就远了。他为什么还要去送一目呢？他为什么不是单粘的呢？单粘他立一个，不是我不走不就完了吗？我走什么呀？什么意思？我不走退粘上吗？嗯，他为什么要去搬一个送一目？我不太懂啊，吓得都看不懂棋。我感觉送一目白亏的呀。那这棋不是，哦，这儿有个棋，我就把这棋都活了吗？或者这有个棋还好，这一幕不是白送的吗？没看懂，这白亏一幕棋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为什么要打他走了别人棋？这可不能小看这一幕，现在这棋经常是半目顺服。这不是这、嗯、这不是白亏的，实在是不应该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为什么要给这一幕？这是为什么呢？究竟，哎，他还不走了。白的不走是白的权利嘛、嗯、白的觉得六目不大，但你为什么要去搬呢？搬这个。嗯，对，这个大。这个肯定大。嗯，有点奇怪，这黑的手。天棋下的有点奇怪，确实。打一下。嗯。打一下黑的把那个吃了。黑的把这个吃了。六目棋。那、嗯、就六目嘛吃掉。嗯，中间就跳一跳定个形吧，这就是。对，跳一跳，那黑棋先渡了一下。谢豪，我是觉得有时候棋下的快，快是不是容易打勺啊？有的时候会显得糙一点。嗯、一般来说，快它总是容易打勺一点。尖刺，然后白棋把这个加了，再吃，粘上。嗯，黑棋糊住，不过。嗯，虎柱就是收，病，这应该棋比较清楚。嗯，我觉得黑棋应该贴不出目了，感觉是。44目黑的，44、45的样子。白的39、40，黑的要差一点吧。
盘面五六目的样子，应该是贴不到八目了。嗯，估计要到八很难了，这件事情差一点，就是差个一两目，这棋就很难搬得回来了。他刚才哎，杜，这是棋谱次序有问题吗？还是什么？他这个，他这地方团，他为什么一定要在这落后？当时白的没搬这个，黑的侯这个巨大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目，后手七目。哇，这黑的这官子，嗯，说的有点受不了是吧？亏了。本来这侯一二三四五六七嘛，六七，我觉得那有点巨大。那他就搬一个，他就不硬。而且还不止七目呀，我这侯完之后我打呀，不是我这还有这个呢，我打你粘上，我一爬你还得提回去，这特别夸张。这什么意思？为什么黑棋要在上面走两个呢？对呀、啊，我不走啊，哪怕我就不团嘛，嗯、我这不活的嘛。是活的，这提一个活的，这连回去了。对呀、啊，侯一个不止七目，侯一个我打这个，嗯、你粘上我爬，你还得提七目，这八目九目。白棋最狠的就是这个。啊，这没活是吧？那、哦、我不是活的吗？哦，你团一个可以挖一个连上、嗯。对啊，问题不大呀。那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那有什么？那还能我打这个不也先手吗？哦，那总能活的，为什么？这下的好奇怪的，觉得黑棋。黑的在落后手，白的是不是之前搬了呀？还是什么？我感觉这次序好像不太对。我感觉整体的次序感觉不对。嗯。有一些诡异的地方。嗯，反正有点不太对，还有一些，还进行了一些，我们给大家摆上吧。冲一个长挡住，然后黑棋下了个什么？拐了一个，没什么可收的了呀。拐了一个，这要跑出来了。然后黑棋虎，嗯，虎一下，谁掉？这个挖粘，嗯，一下。先刺一下，团住，然后白棋团了，接上，下什么了？没看到有什么大的地方了。白的把它提了，提了，挺大的。黑的退一个。长，那就是一个定型吧，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打吃，踢掉，嗯，然后白棋长一个，黑棋尖，挡住，嗯，中间并一下，接住，提了一下，粘上，嗯，就是，应该没。没了，提了一个，然后黑棋把这个白棋把这个尖住了，这是最后一手了，就没再继续了。应该，就是贴不出目。对，我觉得大概五六目的样子，嗯，差一点贴应该贴不出来的样子。嗯，这好像黑棋后面的收数感觉有点问题。我这双方我有一些地方没有太看明白。对，感觉收的不是。次序好像有点问题，嗯，感觉，但整体上来看，这盘棋还是一直白棋是优势。对对对，最多也就是黑棋下对了，可能也觉得差不多。对，下对了，最后就是可能也细一点，对，顽强一点。这样，应该说这盘棋还是发挥了童梦成的特长，嗯，走到了他会下的那个路上，擅长是没错。那恭喜童梦成吧，他是进入了四强，今天战胜了谢尔豪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，再见。